各位好，我是李泽浩。本港多区昨日凌晨出现电压骤降，中电就事件致歉，怀疑同天气不稳定有关，会采取短中长期措施应对，包括增加紧急复电人手，以减低恶劣天气对电力系统和市民影响。机电署就成立专责小组跟进。受电压骤降事故影响的包括钻石山凤转院停电至少大约一个钟，只有走廊和升降机有电力供应。有居民在单位内开手电筒照明，部分居民就走到地下暂避室内的闷热。有居民回想停电情况仍然印象深刻。我是热醒了的，开把风扇突然之间没风起身，原来把风扇停了。可能有些电脑老化，他们没有 check 得够清楚，希望中电会努力啲跟进。凤转院是单栋楼，有600几个单位，有居民说楼龄都有30多年，以往都曾经发生过停电的情况。中电话星期日凌晨近三点，连接元朗至深圳的40万伏特价空供电系统电压曾经骤降，但电力供应无中断，期间雷暴警告正在生效紧，怀疑受到不稳定天气影响。两个几月前，屯门龙鼓滩发电厂同样在雷暴警告下有高压设备故障。政府早前已经要求中电全面检视供电系统的管理制度，一年内交报告。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华认为有必要尽快加强供电系统抵御恶劣天气的能力。中电夜晚进一步交代事件，话仍然调查紧事故原因，未有公布细节，但表示会全力配合政府要求，有短、中和长期应对措施，包括短期加快复电时间，加强巡查架空电缆，应用无人机等科技检测和维修等。中期就在户外电力设施加装避雷系统，在低洼变电站加装防水浸设备，加快更新供电设备等。至于长期方面，会全面检讨资产管理、维修保养。短期措施其实我们是马上做的了，所以这个是刻不容缓的。第二呢，就是我们一些中期的措施呢，亦都是未来两三年呢都会陆续落实的了。如果发生极端天气的情况底下有电力事故的时候呢，我们怎样去缩短复电的时间，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两方面的首要的工作。机电署要求中电就今次事件4周内交报告，亦会成立专责小组跟进中电改善计划，包括审视可唔可以加快推行同其他强化供电系统抵御恶劣天气嘅能力。署长亦会同中电高层定期会面，审视进度同埋成效。无线电视记者黄思琪报道。机场航班资料显示系统琴日朝早7点起故障，到晏昼陆续恢复。机管局在事发后近两个钟先公布事件，强调期间航班运作大致正常，只得少量航班延误。不过有个别旅客就说因为赶不及上机，运输及物流局说十分关注事件，要求机管局调查和交报告。机场离境大堂的电子屏幕朝头早未有更新资讯，屏幕下面贴出告示说系统故障。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应该从哪个闸口过去，肯定不理想。时间慢那些就会影响，我们还有几个钟头的就应该 OK。 机管局在客运大楼摆放了这些临时航班资讯显示屏，提醒旅客最新的航班资讯，包括登机闸口。有旅客就提早入禁区，见到商务处附近有手写的航班登机闸口同时间，但就认为指示都不够清晰，去到闸口查询才知道自己的航班提早10分钟登机。其实根本港货一路都不是很平到，现场都间唔中见到乘客在周围瞓，有些故障的就比较差一点，可能取消了。这个澳门旅客就没那么好彩，原定朝头早9点几机去宿务，凌晨已经到了机场，朝头早6点半入禁区，最后都是赶不及班机。他说机场很后期才公布手写资讯。
佢係寫咗係34 gate 嘅，但係冇時間嘅。咁我去到34閘口等，等到架飛機已經走㗎啦。啊，咁過失係唔喺我哋呢度咧？依個機場咁大，香港機場咁大，點樣去通知啲乘客呢？抵港一樣有問題，機場職員雖然有定期手寫更新抵港航班資料，但係混亂就出咗喺攞行李嘅環節。整个屏幕都是黑掉的，然后我就不知道行李到底在哪里嘛，于是我就看手机的 app 上面，但是也没有任何的信息。有旅客就话因为咁，令到佢转乘高铁嘅时间变得更逼，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以为电子屏上面会有写嘛，然后后来问了就知道，哦，要去找那个工作人员。对，因为赶时间的话就会影响。就算上網查詢機管局網站同埋手機應用程式 MyHKG， 一樣都係運作唔到。機管局話呢一個情況中午後陸續改善，晏晝起見到顯示屏開始有翻登機閘口資訊。當局強調冇影響航班升降。咁由今朝7:00開始咧，至到今日嘅3:00咧，係處理咗360個航班，咁基本全部運作係正常嘅。咁旅客咧能夠都順利咧，係做到辦票啦、登機啦、包括安檢咧嘅，全部係冇受影響嘅。咁我哋嘅收到嘅資料咧，係到現在為止係冇航班取消，只係有少量嘅航班咧係延嘅。他又透露朝头早大约7:00发现有问题，已经即时通知全部的航空公司，承认到朝头早9:00之前才通知传媒，解释是因为要肯定事故不是短期内可以恢复。无线电视记者彭永熙报道。机管局说今次事件是网络系统异常，不涉及黑客攻击和人为失误，有网络专家认为应变方案合适。機場航班資訊未能夠即時更新，維持了至少大約5小時。機管局說初步調查顯示事件不涉及黑客攻擊或者人為失誤，網絡系統出現部分的異常，影響到這個航班資料顯示屏的更新，我們都是啟動了一個預案，我們都對相關的系統進行一個維護。現在來說，我們初步是復修了我們這個系統，我們會是說去到遲少少時候，我們要再做一些詳細的檢查。那為什麼不可以即時啟用後備系統呢？機管局強調已經即時啟用，只是顯示的資訊格式有些不同。有網絡專家認為事故罕見，而啟用後備系統都需時測試，今次的事件處理速度都不算太慢。很明顯地說，可能第二個網絡本身可能有未必去到，可能要通過第二個網絡才可以去拿到這些即時的資料，即是說可能入面那個網絡可能入面有些例如說網絡的設備可能出了問題設定，可能出了問題導致到傳輸不到資料，需要用第二個網絡來拿一個最真實最即時的資料，這個應變我覺得都可以接受。當局強調今次出事的系統和航班升降是兩套獨立的系統，所以沒有受到影響。無線電視記者梁永祥報導。再有波音飛機發生事故，大韓航空一架啱啱星期六由南韓飛去台灣的客機起飛之後，艙內失壓被迫折返，13名乘客送院。事發時飛機的氧氣面罩跌落嚟，涉事大韓航空客機航班編號 KE189 過去星期六晏晝由南韓仁川國際機場出發前往台中，但起飛50分鐘之後在濟州島上空偵測到機艙增壓系統故障，緊急折返仁川。機上有125名乘客，15人出現流鼻血、耳膜痛和過度呼吸，其中13人送院。有乘客說飛機一度突然下降大約20000尺。受影響的乘客星期日上午乘搭另一班飛機抵達台中，有乘客說心有餘悸，担心说应该是掉下去就没救了，突然就是耳朵就开始爆痛，然后 头也是非常痛，然后 连我的小孩也是哭了。涉事飛機是波音7378型客機，大韓航空就事件道歉，說正調查原因，計劃在完成檢視之後將飛機送去維修。台灣傳媒引述專家說，飛機罩降很可能造成傷亡，乘客如果沒有及時戴上氧氣面罩，很可能陷入昏迷。無線電視記者陳維珊報道。英國曼徹斯特機場一度停電，預計大量航班取消或者延誤，機場為造成不便道歉。
據報停電亦都影響機場附近的其他公司，包括物流公司。網上片段見到曼切斯特機場停電的時候有警報響起，供電後來恢復，但是仍然有大批乘客排隊等候。事發在當地星期日凌晨大約1:30，曼切斯特機場所在地區一度出現大範圍停電，部分客運大樓的運作嚴重受阻。機場表示1號和2號客運大樓的航班取消，建議相關乘客不要去到機場，等待另行通知。3號客運大樓維持運作，但是航班可能延誤。到部航班受影響比較少，部分原定降落的航班分流至其他機場。曼切斯特機場是英國第3繁忙的機場，目前正值暑假。機場說會盡快給在機場的乘客登機，又說停電可能導致部分行李無法送上飛機，將會和航空公司合作，確保行李送到乘客手中。英國傳媒報導，機場全日服務預計都會受到影響。無線電視記者陸子琪報導。继续新闻时间，警方联同数码港一间初创公司和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采取公司型合作模式推出网络安全运动，即日起免费为参与企业测试网络安全漏洞，加强防御。数码时代下，网络安全不容忽视。警方说，本港今年首季录得超过18,700次网络威胁情报，当中钓鱼网站占46%。其次是惡意軟件和殭屍網絡等。至於整體科技罪案，今年頭四個月錄得超過1,000宗，損失金額達到18億6,000萬元。當中入侵系統案件錄得14宗，較去年同期多1倍，一共損失100萬元。涉及勒索軟件案就有17宗，按年上升2.4倍，勒索金額為120萬元。警方說，面對網絡攻擊越趨複雜和多元化，要加強本港對網絡攻擊的防御能力。外圍的網絡威脅從來都沒有停止，即是很大程度只會有升無減，所以上升可能會是一個正常現象。近年包括人工智能在內一些新科技的興起，令黑客更可以很容易地製造一些更 高度針對性和隱蔽性的惡意的軟件。如果缺乏一些網絡安全的保護措施，企業的風險是會更高的。警方今年聯同數碼港一間初創公司，並且新加入私隱專員公署，再度舉辦守網運動，協助企業或者機構找出網絡安全漏洞和作出修正。警方說，去年首屆活動有60間機構參與，一共發現197個漏洞，當中近40%屬高風險漏洞。比較常見的就是系統嗰啲 website， 佢哋喺個代碼入面咧，嗰啲邏輯咧係處理得唔好，令到一個黑客如果要去攻擊嘅時候咧，佢可以喺唔需要有任何用戶名同埋密碼情況下咧，就會存取到嗰個網頁系統背後嘅客戶數據同埋資料嘅。咁呢件事如果真係發生咧，係會變成一個客戶嘅資料外泄。運動即日起至8月底舉行，目標吸引150間企業參與。無線電視記者張永欣報導。深圳口岸辦日前發布行動方案，提出15個方案，以減少跨境口岸等嘅擠塞時間。港人北上成風，跨境活動頻繁，外界都關注點樣縮短口岸輪候時間等。深圳口岸辦日前提出15個方案，包括喺具備條件嘅口岸設置無行李通道或小件行李通道，減少旅客排隊等候時間；根據智能客流分析系統等，設置旅客等候超時提醒，以協調深港雙方根據客流實際情況加開查驗通道。改善周邊交通方面，提出優化跨境直通巴士上落客點，增設口岸周邊出租車接駁站同網約車統一停靠點，又鼓勵開始同優化由口岸直達商圈同景點等嘅巴士線路，增設口岸離境退稅點等，推動深圳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建設。至於近期唔少港人選擇港車北上，會唔會再加大名額呢？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咁樣回應：其實一條橋，萬二架車咧，其實
唔算多，珠江西岸啲地方，甚至去到江門嗰啲咧，我哋係咪可以我哋個無論個港口或者機場，我都可以吸引多啲貨，即係嚟到我哋香港咧，而通過呢個大橋咧？即係而家我哋有60,000嗰個係港車北上，佢已經參加咗呢個計劃咧。我諗隨住時間會越嚟越多嘅。不過佢話長遠會吸收經驗，視乎實際需要同內地商討將港車北上擴展至其他口岸。咁至於粵車南下就維持首階段，今年內先開放停泊喺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再轉車到機場或者市區。無線電視記者何萬君報導。全港大專生機械人大賽在香港科學園舉行，冠軍隊伍會代表本港出戰在越南賽事。比賽由香港科技園公司和香港工程師學會合辦，來自八間大專院校，一共14組隊伍參加，主題是出類拔萃，圍繞插秧和收割等稻米耕作的步驟設計各項機械人的挑戰。比賽分為紅藍兩組，每隊都會派兩部機械人作賽，限時3分鐘。機械人要做到收集稻苗、種植和執起稻米存入谷倉等操作。中方撥款援建塔吉克新政府辦公樓6月底完工交付。項目負責人說，塔吉克位處地震帶，辦公樓要能夠承受9級地震。鋪滿花崗岩的外牆增加了建築難度。記者葉子華去了塔吉克道上別睇過。新的政府辦公樓高13層，由中國和塔吉克聯合設計，總面積達到45,000平方米，造價7億5,800萬人民幣。塔吉克屬於地震帶，要求建築物的抗震度高達9級，亦即是能夠承受尼克特制9級地震。辦公樓主樓和配樓之間這條罅隙是抗震房，採用鑼空鋁板裝飾，避免大樓在地震的時候搖晃和旁邊的大廈碰撞受損。而大廈外牆鋪滿堅硬的花崗岩，令建築工程難上加難。我們北京建築中心就是研究院，就專門針對這個外幕牆這塊就建立了一個抗震試驗平台，就重點就對這個外幕牆抗震这个试验进行检测，这样为我们那个幕墙的深化设计提供了很高的那个数据支持。行入大楼的地下大堂，装修工程已经近乎完成。陈林话，兴建大楼的时候，团队运用 BIM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提前规划机电线路和管道等铺排，包括供暖系统。大樓有約160間房，包括可以容納780多人的會議廳。裝飾採用富有當地民族色彩的木雕，還有總統、總理以及政府各部門的辦公室。總統的辦公室設在政府大樓的9樓，我們現在就身處在他的休息室，而隔離還有衣帽間和廚房。4年間，萬丈高樓平地起，建築團隊首個挑戰就是沒有平地，要同時間競賽。它這邊呢，其實不是太具備這種施工條件，好多建築還沒拆卸。後來我們根據這個現場這個情況啊，就制定了一個相應的方案。我們採用了這個人工挖孔浆工艺啊，才當地是沒有的。這樣就是它邊拆卸，我們邊施工。4年項目培訓了過1000名本地工人，包括瓦工、機械操作、焊工、施工測量等。陳林說，大樓交付之後亦都會培訓當地的保養團隊，為期最少2年。無線電視記者葉子華在塔吉克道上別報導。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說，菲律賓不會挑起戰爭，但亦從來不會屈服於任何外部勢力。對於南海議題，中方一再敦促菲律賓停止侵權挑釁行徑。南海爭議持續，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星期日在菲律賓西部巴拉望島向武裝部隊西方司令部發表講話，說菲律賓不會挑起戰爭，並且說菲方在保衛國家的過程中希望和平解決所有問題。小馬可斯亦都讚揚菲方部隊在強烈挑釁中保持克制。
说菲律宾始终根据国际法行使他的自由和权利，说菲方在履行职责的时候不会诉诸武力或者恐吓，亦都不会故意伤害任何人，并且说菲律宾立场坚定，菲方冷静和平的态度不应该被视为默许有关做法，强调菲律宾从来不会屈服于任何外部势力。他在讲话中没有点名中国。菲律宾说中国海警上个星期一在南海仁爱礁附近冲撞菲方的船并登船检查，造成一名船员受伤。中方早前表明菲律宾不顾中方的劝阻，执意侵闯南沙群岛仁爱礁是造成冲突的直接原因。中国海警采取的执法措施专业克制，旨在阻拦菲方的船非法运保。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强调会继续依法坚决维护自身的主权权益。无线电视记者陈慧珊报道。德国有民众示威，要求关闭当地一个美军基地。有示威者演讲和唱歌，又展示标语呼吁和平。近1000个来自德国、奥地利和法国的民众，刚刚星期六到德国西南部城市海萨斯劳滕示威，要求关闭附近属于美军的拉姆斯泰因空军基地。示威者指责美国等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令俄乌战事升温，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他们呼吁俄乌战事应该以政治途径解决。各位好，我是李泽浩。一个男人在西贡行山，和家人失去联络，警方和消防登山搜救未有发现。警方在大澳门附近设立指挥中心，警员组成小队上山搜索，政府飞行服务队和消防也都加入搜索。警方昨晚近8点接到个女人报案，说56岁的丈夫朝早离开将军澳广明苑住所到西贡行山，去到夜晚未能够同他联络。家属说失踪的男人下午曾经发送相分享，位置是龙虾湾郊游径，救援人员分批在大澳门和龙虾湾一带搜索。清水湾泳滩有泳客怀疑淤溺，一度昏迷。76岁女泳客由救护车送去将军澳医院，期间要戴氧气罩协助呼吸。警方说昨日朝早这个女人和丈夫在清水湾怡滩游水，丈夫之後發現她在離岸100米淤溺，由救生員將她救起，期間一度昏迷，要做心肺復甦，之後清醒送院。政府下個月就規管網約車交代研究結果，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強調，主要是展示數據，具體點做要再聽意見先制定。又說就算加強打擊白牌車，暫時不傾向同時懲罰乘客。的士和更多网约车能不能够同时合法并存，近期在社会热议。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在本台节目讲清讲楚，话知道市民对于的士服务有很大的失望，期望即将推出的的士车队规定要提供网约服务，车厢里面装闭路电视等等，能够挽回大众的信心。但会不会容许更多私家车拿到出租汽车许可证，成为网约车，而不是现在只限1500个名额呢？林世雄就说要再听意见，七月未必有定论。希望七月那里呢能够就住这方面呢，我们都会跟他们分享我们在这个研究入面我们拿到那些方方面面的数据啊，或者我们的看法呢，我們都收集他們的意見，然後我們再制定究竟一個網約車我們怎樣規管呢？究竟我們是否需要發牌去 你譬如 有一個網約平台，我們你要發牌你才做的。他說其中一個考慮的條件是平台只能夠跟有出租汽車許可證的私家車合作。他強調同時會加強打擊白牌車，現在乘客坐白牌車一般都是不屬於犯法，未來會不會都罰他們以壓制需求呢？我們未必去到這個這樣的階段，因為這個都是比較複雜的，譬如說其實那個乘客是否這麼容易分得到呢？
另外，三隧分流實施到而家，林世雄話紅隧、東隧嘅車流分別減少最多一成，西隧就增加一成六，認為達到預期嘅分流效果。對於有意見認為不同時段不同收費，應該擴展去到連接沙田和九龍的隧道，林世雄就話要等沙田 T 4公路大致完成才會考慮。我要有呢啲咁大型嘅改動之下，而有一啲工程喺度，你未必能夠試得到佢個真正嘅效果喎。即係等於譬如話三條隧道咧，其實你亦都睇得到就係當呢個中環灣仔繞道我哋落成咗之後咧，佢嗰個交通個模式嘅係好唔同嘅。翻查資料，沙田 T 4公路最快2039年先至完工。無線電視記者陳嘉欣報導。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話，當局協助37個受政府項目影響嘅中地作業者取得規劃許可，未來會密切留意情況，加緊處理同提供支援。政府近年加快推展各个发展项目以增加土地供应，当中不少涉及收地程序。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话，政府的长远目标是发展多层现代产业大楼，容纳受发展影响的中地作业。但是多层现代产业大楼一来需要时间兴建，二来不是所有中地作业都可以在多层大楼中营运。所以局方以金钱补偿与协调服务并行的方向协助受影响的经营者。局方会安排地政总署尽早接触受影响的经营者，提供协助和金钱补偿，亦都会物色合适的政府土地，专门给他们参与短期租约投标。发展局亦都已经成立专队，为觅地重置者提供规划和地政咨询服务。截至三月底，已经协助37个中地作业者，包括来自物流、汽车维修、制木等行业取得规划许可。凌汉豪话，收地工作可能会影响更多中地作业者，会密切留意，加紧处理同支援。受影响农户。去年成立支援有长期病患或者基层儿童的奖学金，本身是演员的奖学金发言人梁朝伟会捐出300万，同已故法国籍华裔画家赵无极一幅山水画作拍卖筹款。俾我参加咗之后，我发觉申请的人数有好多，但系即系能够得到支持的人好少，咁所以就希望能够滿足到一些有需要的小朋友和家庭，所以我希望自己可以透過我，亦都可以令到多些人關注這些這樣的有需要的家庭和小朋友。我覺得錢都不是最重要，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令到這些小朋友知道我們是站在他那邊的，即我覺得在精神上的支持對他們來說，對他們來說也是很重要。踏入夏季，內地多間中醫院陸續推出中藥茶飲，買的大部分是年輕人。不過中醫師提醒，每人體質不同，亂禁服用可能有反效果，建議民眾先求診了解。養生之道近年成為內地年輕人的關注焦點，加入中藥的食品和飲品不時在社交平台掀起打卡熱潮。夏天要消暑解熱，近期不少年輕人就去到中醫院買五花茶等的中藥茶飲。浙江這一間中醫院今年亦都推出改良版的消暑酸梅湯，开售第一日已经收到115万张订单，当中超过80%是20至35岁人士。但院方建议订购之前应该先了解身体情况。我想问一下，线下我能买吗？就我适不适合？是这样子的，你的脾胃虚寒，可能就是不是很适合。中医师话，酸梅汤的原材料属于药食同源的中药，但不太推荐例如小朋友、孕妇、长者等服用这一类中药茶饮。不是所有的人群都适合饮用乌梅汤，我们通过三个问题让他做一个初步的一些这个辨别分型以后，让适合的人群进入我们的这个平台来进行购买。中医师又提醒，中药茶饮不建议制作成冻饮，因为暑湿伤脾，冻饮会加重脾虚，导致服用者对暑湿的耐受力下降。无线电视记者陈雪怡报道。
日本北海道政府计划开征住宿税，金额视乎房价水平而定，最快可能是后年春天开始征收。不过当地部分市政府亦都计划开征住宿税，旅客日后会不会被双重征税受关注。日元持续贬值，吸引了不少港人选择去到日本旅游。不过止水低不代表洗费一定便宜了。为了解决日本国内过度旅游、重点旅游区人多挤迫的问题，日经新闻报道，继东京、京都、金泽、福冈和长崎等地之后，北海道亦都计划向旅客征收住宿税，将会在星期二的道议会上交代细节，可能最快2026年4月生效。根据政府早前公布的方案，住宿税会按每晚房价的高低而定，房价20,000日元以下将会征收100日元税款，20,000至不足50,000日元的房价就征收200日元税款，50,000日元以上就征收500日元税款。以港元计，即是游客每晚住宿费要多比5元至24元不等。不过毕业旅行和游学团的住客无需缴纳住宿税，政府预计新税收每年可以带来大约45亿日元额外收入，会用于开发人力资源、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和改善旅游业。住宿税在北海道并非新鲜事，当地著名滑雪圣地二世谷2019年起向滑雪度假村的住客收取房价2%的税款，今年11月起会调整税收计法，100,000日元以上的房要多比2,000日元的住宿税，折合近100港元。另一方面，上川郡的美英町以清池美景闻名，当地政府亦都研究开征住宿税，计划10月定出正式的征税方案。至于港人熟悉的宅房和函馆市等等十几个市町村，亦都准备开征各自的住宿税。宅房征税金额分为200和500日元两个等级，而函馆就介乎100至2000日元不等，即是说日后到这些的地点旅游住宿很可能会被双重征税。以二世谷滑雪度假村为例，住每晚房价20,000日元的房，将分别被征收200和500日元的住宿税，即是每晚住宿要多比30多港元。报道说，北海道各级政府正是研究如何应对双重征税的问题。无线电视记者陆子琪报道。澳洲利率高企导致生活成本上升，不少人拣节衣缩食，减少消费。有商户更加形容现在的市况甚至差过疫情。这位在澳洲坎培拉北区经营咖啡店的店主说，过一年部分食材来价贵了一倍，而顾客人数就明显下跌，每位客人平均消费额亦减少，他唯有裁减员工和缩短营业时间。有咖啡供应商说，最近卖给咖啡店的咖啡豆减少，但透过超市和网上售卖的销量就上升，显示越来越多人为了悭钱，或者由于在屋企做嘢，而在屋企喝咖啡。有咖啡机维修技师指出，过去两年少了去咖啡店维修咖啡机，但去住宅修理家居咖啡机的次数越来越多。飲食业不易做，零售业同样要挨。这位家居用品店店主说，开业8年以来，今年生意最差，比疫情期间更差。过往周末都人头涌涌，但现在的周末已经和平日没有分别。他认为主要原因是人们留在家的时间多了，连购物都在网上进行。坎培拉商会表示，近2/3的会员反映上一季的销售额未能达标，现在悲观情绪蔓延，有70%商家对前景缺乏信心。商会认为，唯有等到利率下跌，商界才可以降低营运成本，同时令顾客的消费力回升。无线电视记者简永信报道。